老哥辅助都出来了，可以亮了吧，老哥？打野跟上路换啊！이사건은내가맞죠不行啦，因为我觉得 solo Q 带蓝的感觉没那么好。鞋子那个钱太爽了，300块。你看那个绝对专注前面那个加2AD 大概就50块吧，1AD 35啊，2AD 就70块。然后暴风凝聚前10分钟等于零，但 solo Q 前10分钟就已经决定了一半的胜率了。结束了，他开怎么好快啊？还相位，哦，还能点 W 哦，哦，还给他两粉呢。哇，还有闪，有什么？有两等。那我们死哥走进去，让我们这场节奏直接归零哎啊！还多我两颗头，还多我一堆经验。应该正常来说是我们会推线压他们在塔下的啊。那这样子一等这样搞事，我们就没办法玩了。15吧。我们预想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可以一直点塔，那他们不太能抬我们。真假啦！哇！奇怪，那个人马好像节奏没了哦。这场好像怪怪的。啊，上路难道才是真正的问题吗？不如我来玩欸，我上路那个6分钟至少没有020。哇，手好痒，手好痒，我那个鳄鱼又想开出来了，那个鳄鱼。欸，我们玩鳄鱼那场也是有个冰岛在跑线，是这个吗？我那个冰鸟就可以在这里一直晃那么久的哦。欸，我们为什么一直可以吸奶啊？好奇怪啊！哇，进化瑞空欸，没发现。不知道为什么点赢他了，我觉得不该赢的。在，欸，干嘛？
狮子丸自己人，我顶你秘密。不是哦，怎么可能跳我？我血超多的，有闪有治愈。那为什么冰鸟在我旁边啊？为什么啊？冰鸟好像我的辅助哦。你干嘛干嘛？你看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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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跳了跳了！哎！死个开大拳！然后不会死。痛！电刀无敌论，电刀就是推完了就可以做其他事情，太强了。AD 就是乖乖洗兵，然后大喊你看我 CS。 到底要不要挡啊？这游戏好奇怪啊，一等输那么多还能赢。说实话，我刚刚第三件直接买 GA， 感觉是稳的。对面好多刺客啊！哇，为什么冰鸟还敢下来？看我这先拉 Q 的，我按他一下 A 就好了。哎，我觉得他们离我太近了，哎，他们应该看得到我。我感觉这波我打的也不错啊，我用了新人贝特的所有招，但无奈阿卡丽一个人把我抽掉，刺客太猛了。出事啦！哇，怎么每个都没死啊？还偷到巴龙，不过我 GA 啊，只是看起来有点不像有。哎，妈呀！哎，我那夹子怎么没夹到啊？哇，用果然出了耶，这场打好久、哦。
不用打哎、欸，用粉眼吗？嘿嘿，那声响，他们没有视野吧？会在打不赢我们？那个拉克斯好强哦！